咁我今日信息咧就係我哋需要興起末後嘅基督精兵。咁我想講一句説話咧，就係呢個信息係一個對呢個時代嘅一個先知性嘅信息。嗱，先知性嘅信息唔係話我而家講預言，而係好似舊約先知向以色列人講一啲説話，係對整個國家講嘅，好想呢個國家悔改行神嘅路。咁我呢個信息係一個對呢個世代一個先知性嘅信息，係對即係所有嘅人同埋基督徒都係講出呢個信息，就係神嘅心意就係興起末後嘅基督精兵啊！即係話神係想個計劃個心意就係興起更多人咧，去將福音傳遍普天下，並且更新人嘅靈命嘅。咁嗱呢度咧講到呢個經文嚇，拿著信德一齊讀啊！拿著信德當作盾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就話我哋有信心可以滅盡魔鬼嘅火箭。嗱呢個圖咧就係、是。呢、这個精兵啊，就係、是、魔鬼點樣攻擊我哋唔使驚，並且我哋可以滅盡佢嘅火箭，並且打贏佢嘅。咁我想講咧就係、是、第一就係啦，挪亞日子來臨，就係話係末後嘅日子，呢個係末後嘅世代。嗱，呢啲係一啲少少嘅新聞啦，大家都知道啦。呢、这個最近呢個天鴿，咁呢個天鴿咧就好大嘅啊，即係雨水好大啊，嗰啲海水都好湧得好大。咁而呢度咧就係、是、一個停車場啊。咁其實有另外一幅圖咧，仲更加誇張嘅，就係個停車場嘅頂嗰度咧，係嗰啲水滿到上個頂啊，上到個路面啊。咁呢度就睇到嗰啲停車場嘅車咧，全部都浸曬啦。咁我哋見到呢啲聖經都講到，即係末後嘅日子咧，聖經又講到咧，就係嗰啲波浪啊，因為波浪嘅響聲，好多人就驚啊。喺路加福音講到，即係其中一樣嘢，末日先兆都係呢啲嘅波浪。咁呢度咧就係、是、風暴喺美國呢、这個呢、这個風暴咧，就令到咧好多地方嘅嗰啲屋咧都係好大嘅破壞啊！咁並且警告啲車快啲走，好多好多車咧就離開嗰啲區域啦。咁呢個另外咧就聖經有講到瘟疫啊，呢個咧係艾滋病人咧，佢身體會嗰啲，即係佢隨時地方都會有發炎啊，隨時地方會有啲菌喺度咧，佢冇法打，因為我哋普通人咧，我哋有抵抗疾病嘅能力，咁所以咧。在呢個時代，我哋真係要小心自己嘅身體，保持聖潔，唔好隨便同人哋有性嘅關係。嗱，亦都咧係另一樣嘢啦。有啲人話我唔係隨便㗎，我係同我男朋友嘅啫，或者女朋友。但係咧，如果我哋未知佢嘅歷史嘅時候，其實即係咧，你未知佢歷史嘅時候，你唔知佢以前係點樣嘅時候咧，我哋真係要小心嘅，因為可以一個男朋友、女朋友，佢本身帶有艾滋，因為艾滋有樣嘢好危險，就係佢十年嘅潛伏期。佢十年之前有個性關係，佢可能一路都冇跡象，十年之後先有跡象，即係冇睇到任何跡象嘅。咁呢個都係一個末後嘅時代嘅，因為而家係好多人有艾滋病，亦都好多不同嘅疾病。咁另外呢個咧就係恐怖活動啦，即係好多個恐怖活動啦，擾亂，正經講到擾亂，紛爭擾亂。咁同埋地震啦，喺墨西哥呢個地震殺咗起碼61個人。嗱呢個係一個 chart。一個即係一個圖表啦，大家睇到1900年喺左手邊，呢度右手邊係2008年，咁呢度開始急升咧係2000年，大家有冇好驚訝？嗰啲地震嘅數目係喺呢即係2000年之後咧，那個數目係劇增得好緊要嘅，即係俾我哋睇得到耶穌所講嘅地震啊、擾亂啊、饑荒啊、瘟疫啊，呢啲都係嚟緊嘅，提醒我哋真係耶穌翻嚟嘅日子係好近。耶穌回來的日子我們怎麼做呢？我們預備好自己，預備好自己。這個是由主前2000年到現在，這個是地震的數目，這個是死傷的人數，這一條線是死傷人數，這個是地震的數目。我們都看到在2000年的一個數目是劇增的，還有死傷的人數也是劇增的。這個就是由主前一直到現在，以前是很低很多的，就讓我們看得到，就是我哋係活在一個末後嘅日子，咁活在末後日子點做咧？我哋就需要預備好自己啦。咁我喺呢度咧有講到幾個經文嘅。這個第一個經文咧就講到神喺末後要興起佢極大嘅軍隊。咁我呢度就唔講曬全個預言，大家如果睇過以西結書37章，就記得個經文講到咩咧？有好大嘅好一個平原，有好多枯骨。然後神咧就叫以西結吩咐奉。即是去發預言，就叫那些筋骨生出啲骨生出筋出嚟，然後佢聯絡，然後跟住就叫佢起身，跟住起身成為一隊極大嘅軍隊。我一齊讀下以西結書37章4節，
他又對我說：你向這些骸骨發預言說，枯乾的骸骨啊，你要聽耶和華的話。第十節，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主對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嗱，呢個其實喺舊約裏面咧，講到好多關於以色列嘅預言嘅。咁啊喺耶利米書31章咧，嗰度講到新約，佢話我以以色列家同猶大家要另立新約。但我哋今日睇到呢個新約咧，唔係淨係同以色列家，亦都同所有信主嘅人㗎。所以呢個講到以色列家，一方面係以色列人，亦都係我哋所有咧變成咗亞伯拉罕嘅後裔，都係真以色列人嚟嘅。咁所以咧呢度講到以色列家咧，亦都講到係列國同埋以色列人，唔係單係以色列人嘅。即係話神喺末後好想興起一隊軍隊，呢隊軍隊係咩咧？係去帶領人信主、生命更新、預備耶穌翻嚟，將福音傳遍普天下。嗱，呢個有個圖啊，即係有啲人畫出嚟嘅，好多骸骨，然後咧佢就興起啦，成為軍隊啦。好啦，咁跟住咧，我就會用幾個經文。咁咧就呢個第一個經文就貼曬而家後書第二章講到敵基督嘅，講到敵基督嘅經文，我哋一齊讀嚇。因為乃啊 ，OK 嗱，呢度對唔住啊，呢個敵基督出現咧，應該就唔係一個經文。啊，睇先，呢度上面啊，對唔住啊，因為我呢個電腦顯示同你哋有啲唔同啊。OK， 咁呢度 OK 啦。咁上面咧講到敵基督嘅出現同埋有離道反教，咁下面我哋一齊讀貼曬而家後書第二章三節。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裏自稱是神。咁呢個人咧，聖經講得好清楚嘅，所以其實我哋睇末日嘅先兆，我哋最緊要睇呢個人物，因為呢個人物就係末日嘅先兆嘅。咁佢咧就講到呢個日子，即係耶穌翻嚟之前咧，有離道反教嘅事啦。呢件事咧其實都幾恐怖喎。即係話咧，如果呢個教會係軟弱嘅，你喺個教會裏面，你見到可能本來有1000人、10000人或者100人，可能有好多會離開咗主。嗱，當然啦，如果嗰啲堅定信主已經係好穩陣，行神嘅路又服侍主，而家服侍主唔係單係口講喎。是真心好想提升人的生命，即是提升人生命的服侍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有很多服侍呢都是重要的，不过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提升灵命，因为这个大使命嘛，大使命是全福音和提升灵命，凡耶稣吩咐都教训他遵守。即有很多人在教会可能很多侍奉，譬如他唱诗歌啦，唱诗歌是好的，真的会帮助人的，不过当他不是直接在建立人的灵命的时候，有时佢嘅靈命唱詩嘅人有啲係好愛主喎，有啲亦都可以咧一有逼迫即刻離開主嘅，即係可以兩種都有嘅。但如果佢慣咗提升人靈命咧，佢嘅本身嘅靈命係會比較強嘅，因為佢成日建立人嘅靈命，佢自然會知道哇！而家我靈命軟弱，我即刻要提升啦，佢會有呢種嘅心態嘅。咁當呢個日子有離道反教嘅時候咧，其實都幾恐怖嘅。你可以想像你所認識嘅基督徒係有好多離開主反，甚至咧係會出賣其他基督徒的時候都幾恐怖的，而且如果這個名單包括一些你想認識的傳道人更加是恐怖，但是在這個時候你千萬不要跌倒，因為聖經已經說了有離道反教的事，還有這個大罪人沉淪之子，即是有一個這個敵基督的出現。那這個字呢在原文就是 son， 就是一個是一個仔來的，即是一個男性來的，這個敵基督出現是一個男性來的。咁佢嘅特色係咩呢？就係佢抵擋主，佢敵擋主嘅，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即係話咧冇一個宗教好似佢咁，即係被咁被提啊，即係嗰個地位啊咁被提升，被咁多人敬拜嘅。咁咧甚至坐喺神嘅殿裏自稱是神。嗱，呢個坐喺神嘅殿裏面咧，有可能嘅解釋就係耶路撒冷重建一個聖殿，亦都可以係解釋就係咧。教會，因為聖經有講到教會都是神的殿嚟嘅，咁但係咧就有更多支持喺耶路撒冷嘅，咁到底係咪重建咧？又話唔係重建咧？呢個係一個另一個問題，因為咧耶穌係有講到嘅，佢話你聽到呢個行毀壞可憎嘅站在聖殿，而呢個第一次發生係主後70年嘅時候咧，
耶路撒冷的毀滅。咁呢個咧就係當時發生嘅，真係喺當時耶路撒冷嘅聖殿嘅。所以有個更大嘅機會，呢個發生咧喺耶路撒冷嘅聖殿。不過如果唔係，如果你發現教會裏面有一個人物出現，佢自稱為神，好高嘅地位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好小心啦。當佢一出現，已經係敵基督出現嘅時間。聖經講到敵基督出現嘅時間有幾長咧？係42個月，喺啟示錄多次講到嘅，係3年半嘅時間嘅。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敵基督嘅，即係就係末後嘅日子呢個最重要嘅跡象，就係佢受人敬拜，並且佢即係自稱為神嘅呢個咁嘅人物。跟住下面第6節啦，現在你們也知道，一齊讀下。那攔阻他的是什麼？是叫他到了時候才可以顯露。因為那不發的隱義已經發動，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那時這不發的人必顯露出來。主耶穌要用口中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好啦，呢度咧講到有一樣嘢攔阻佢喎，然後咧就第7節咧就講到有不發嘅隱義已經發動。一個不發咧，佢原文嘅意思真係冇律法。lawlessness 冇跟從神嘅律法嘅，即係有一個隱藏嘅犯罪嘅勢力。其實我哋而家已經發覺呢樣嘢好緊要嘅。其實呢樣嘢呢個近代嗰個嘅道德嘅墮落咧，係好明顯係幾時咧？就係發明咗避孕藥啊！發明避孕藥之後咧，跟住咧就好多人咧，佢哋嘅性關係咧就好隨意啦。咁咧好隨意嘅時候咧，就造成咧即係由美國開始，跟住全世界咧嗰種墮落在各方面。咁而家嚟講，以前嚟講咧，即係比較香港學生同埋外國學生咧，好明顯啲人話香港學生真係好乖㗎，上堂啊，老師早晨咁啊，可能又老師話乜嘢，佢又要聽話，即係大部分係咁嘅。我細個嗰時真的而且確好少數嘅學生係唔聽話嘅，但係而家嚟講咧，會駁嘴啊、頂嘴啊、唔聽話啊、去飲酒啊、唔讀書啊、唔翻學啊、唔做工嘅學生係有好多嘅，即係。在呢個世代已經好唔同啦，即係呢個不法嘅隱義咧，喺香港以前咧，即係啲人都會話未結婚唔好有性關係啊，但係而家嚟講已經係一種好即係好普遍嘅現象啦，就係呢個不法嘅隱義已經發動啦，直至到呢個攔阻被除，即係而家有樣嘢攔阻佢出現，一攔阻一除去嘅時候咧，然後呢個人就會出現啦。咁而呢個人出現咧，敵基督咧係會親自俾耶穌親自毀滅佢嘅，即係耶穌翻嚟。會親自用降臨的榮光將它廢掉。而這個不法的人有什麼行為呢？第9節，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旦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歧視，並且在那淫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他們不領受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好啦，呢度講到呢個敵基督呢，他有什麼做呢？他是照撒旦的運動，這個運動呢就不是嗰啲運動啊，而係咧佢嘅活動，撒旦嘅活動，佢嘅行為令到好，即係有好多異能神蹟。咁有啲人話：咁聖靈充滿嗰啲神蹟，會唔會係呢啲咧？咁嗱，睇果子同埋睇教導，我哋嘅教導同埋果子都係叫人親近神、愛神、感激神、離開罪、侍奉神、幫助人更加愛神。咁所以呢啲咧係出於神嘅，係亦都個果子係叫人愛神嘅。咁呢啲係出於神嘅。但係咧，敵基督嘅佢嘅異能神蹟咧，佢係叫人係離開神嘅，叫人咧喺罪中嘅咁，同埋虛假歧視呢都係虛假嘅，唔係出於神嘅。咁咧喺沉淪嘅身上咧行各樣不義嘅詭詐，因為佢哋唔肯領受真理，咁所以咧敵基督係令到好多人沉淪，好多人離開神嘅。呢個第一個經文，大家記實，帖撒羅尼迦後書第2章就講到敵基督嘅。咁然後跟住咧，我哋就會講。馬太福音24章亦都講到耶穌翻嚟嘅經文，咁我哋即係今次咧，我哋用即係呢幾處嘅經文咧，俾大家去睇得到關於世界末日發生嘅事，就跟住我哋點樣做法。馬太24章第9節一齊讀下。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好啦，呢度講到咧就係將來有好多個逼迫啊，好多個患難，好多人殺害基督徒。咁呢個係希望大家即係心理上明白係會發生嘅，就唔係好似發生嘅時候會驚啊。因為其實有一個教導，一陣間我會講咧，就係話有啲人就話災難前咧基督徒就避體。
其實聖經不是這樣說的，一會兒我都會給大家看馬太福音24章，很明顯講到耶穌回來的，然後他就講在這個時候兩個人取了一個剩下一個，還有呢帖撒羅尼迦前書第四章也講到是、就是說是耶穌回來的時候，接著我們就會、死人要復活和我們一起被提到在空中與主相遇的。咁呢個經文好明顯係講到耶穌翻嚟，唔係耶穌翻嚟之前七年。咁呢、這個講到耶穌翻嚟七年，即係話災難前被提嘅呢、這個推行嘅人，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就係 Schofield， 佢就寫一本 Schofield Reference Bible。Bible 嘅內容唔係佢寫嘅，佢喺個聖經裏面加上好多嘅旁述，就講到咧，就佢有佢一套嘅解釋。但係呢套解釋咧，其實係冇支持，冇經文係支持災難前被提。但如果大家上網看 末後 的講道呢，可以說九成半都是說災難前基督徒 就被提的了。你現在很 很多的講信息是這樣，現在這些跡象很多跡象，這些發生什麼事好講很多，然後跟著呢你現在呢準備好了隨時可能被提的了。所以有些基督徒的心態呢、譬如石安教會其中一個例子，他呢就會講到呢叫人呢就走啊！佢哋成班人走去大陸，走上山，佢哋都試過好幾次啦，就會講到耶穌幾時翻嚟。咁其實聖經咧係講到咧唔好，即係冇人知道耶穌幾時翻嚟，但係佢就會話耶穌翻嚟。咁佢哋就會諗到被提咯，被提就走去啲山上，咁啊又被提，就唔使經歷災難。其實聖經係話俾我聽，我哋係面對嘅。咁有啲人話話咁冇咁好聽喎，嗰啲。被提嗰啲好聽啲喎，因為被提都唔使災難啊嘛，個個人都中意啦。但如果事實耶穌話俾我聽，呢度話乜嘢咧？你陷在患難裡面嘅，咁你話咁，哇！葉牧師你講嗰啲唔係咁好聽喎，因為咁我患難，我唔想要患難喎，呢個唔係我哋選擇嘅。咁如果我哋係末期嘅基督徒咧，我哋係要面對患難嘅。咁有啲人咁啊，最好唔好末期啦。咁但係係唔係末期都好，有一樣嘢我希望大家。都是預備好耶穌回來，就是說更多傳福音，更多建立人的靈命。咁咧就好多人陷在患難裏面咧，殺害添喎，甚至殺。咁咧神點解唔保護我哋咧？但係神會，耶穌話咗，到時聖靈會教你講咩説話，所以唔使驚要講咩説話。亦都如果聖靈同你講説話嘅時候，神都會帶領你點樣面對呢啲困難。咁我已經預咗嘅，我預咗啊，預咗可能就逼迫，但係咧我哋話唔緊要，其實一個人咧，嗱呢句説話可能有些人聽上嚟唔係咁鼓勵嘅，唔係咁安慰咁。嗰句説話咩咧？人受苦唔使好耐咧，都唔頂唔順噶，就會離世噶啦。咁啊，即係唔會好長時間嘅。咁你喺度倚靠神、親近神，尤其喺聖靈充滿咧，你喺好痛苦嘅時候都可以減少你嘅痛苦，甚至唔痛嘅咁。咁咧喺我嚟講唔緊要嘅，即係神會保護我，神會紀念，神會賞賜。神會加力量嘅，咁喺我嚟講，我已經預咗喺我初信，我已經睇嗰邊有本書叫做《為主受苦》，我已經預咗呢個心，就係、是、有一日我可能受逼迫，甚至被殺害，但我心話唔使驚，因為行神個路最緊要，因為世上嘅日子都要過去。但如果因為頂唔順我受苦而否認耶穌啦，個後果係更加嚴重。所以我希望大家唔好話唉唔得啊，頂唔順噶，而係話。真的有咁嘅事情嘅時候，掹住耶穌，同埋你時時有聖靈充滿你，一定有力量嘅。並且被萬民恨惡喎，萬民都要憎恨我哋。而喺嗰陣時，好多人跌倒，好多基督徒跌倒，同埋彼此陷害添。嗱，佢跌倒啦，都冇咁慘，佢陷害其他基督徒，佢害彼此，彼此恨惡啊，憎恨對方啊，同埋有好多假先知出嚟迷惑嘅。其實有好多人，佢哋唔去睇清楚聖經嘅説話。他就話：你將來會被提㗎，即其實呢個咧係令到好多人到嗰日子話，聖經話咗我哋被提，點解冇被提咧？咁啊，聖經錯咧？其實唔係聖經錯，係人錯。人講一句教義係聖經冇講嘅，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去即係分辨邊個係聖經嘅説話。嗱，呢個經文而家都係睇馬太24章繼續睇嘅，咁我哋一路睇落去，我哋繼續讀下。只因不發的是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這天我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人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嗱，呢度不發嘅事，即係犯嗱，無論喺社會嘅犯法，或者喺神嘅眼光嗰種犯罪，好多啦，人嘅愛心就漸漸冷淡。其實而家我哋都見到，其實我哋幫到好多基督徒都話：哎呀，同神好疏遠啊，冇動力啊，
哎呀，唔知點樣有動力，點樣侍奉神啊？即係好多都係好軟弱。咁呢幅圖咧，大家睇，我諗大家都明白啦。個人浸死啦，個個都有攞手機影相啊，就唔係救佢喎，而係個個喺度影相。咁而聖經講到咧，就係話嗱，我哋一齊讀啊，自恩不快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然冷淡，即係好多冷淡。但係忍耐到底係點啊？必然得救。咁然後我哋應該注目乜嘢咧？係咪注目快啲逃避災難咧？耶穌話唔係喎。一起讀，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我們注目在這樣，而我發覺很多人不是注目在這樣，很多人注目怎樣逃避災難，怎樣只是講到經歷神、經歷聖靈、先知預言，而在那很多時候未必向著這個目標去。其實呢，我都講這些人是有做到神的工的，不過我覺得向正這個目標最好，即是我鼓勵這個世代向正這個神給我們的目標，就是將福音傳遍普天下，這個是神要我們最重要的目標來的。其他有很多地方祝福人的是好的，但是我們越向正的目標，我們就越不是浪費我們的時間。好了，跟著你看到很明顯這個經文講到耶穌回來，我一起讀下27節，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29節，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咁呢個講到耶穌翻嚟咧，就好似閃電發出，人子降臨都一樣，即係話咧，成個地都會見到嘅呢個閃電，因為閃電嚟到嘅時候咧，喺個地方都會見到。嗱，東方閃電咧就用咗呢個經文，就話由東方由中國出嚟嘅。不過呢個東方閃電咧，好明顯好容易答佢嘅，即係如果有上網。大家有時見到一些東方閃電，或者他現在叫全能神教會，有些叫聖經網，即是很多不同的名字。現在他也不說，但是他起初是這樣說的，中國出了一個女基督。不過這個女基督 很搞笑，如果真的基督應該出來的嘛，基督不是耶穌不是出現的，是吧？被人看到我的言語行為，耶穌用他的言語行為證明他是基督。不過這個女基督是隱形的，是你 很難找到他的，你上網找才找到他的福相，沒有出來說話的。如果是基督，為什麼會不出聲？這個已經很明顯告訴人，這個不是基督來的。並且他是女的，耶穌說他怎樣，他的天使說他怎樣升天，他都是怎樣回來的，所以沒有理由是變成一個女的。好了，即是耶穌出現呢，這個就真的指到好像閃電突然間出現的。然後呢就講到災難一過去了，因為前面的經文講到有不同的災難，地震啊、瘟疫啊、擾亂啊，這些災難一過去呢，日頭就變黑了，月亮日晚放光，眾星由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這個很明顯在末後的時候了。然後呢，人子兆頭降臨，顯然我們一起讀下第30節，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召聚了來。嗱，呢度咧就係即係一幅圖畫代表啫。咁咧就啲天使嚟啦，咁咧就有啲係升天，有啲唔係升天嘅留低。即係呢個就係我所睇到嘅地題嘅意思啊，就係係屬於主耶穌嘅就升天，如果唔係嘅就留喺度，即係分開綿羊同山羊。好啦。這個經文說什麼？他說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即是在天上都看到耶穌降臨的時候，然後萬族要哀哭。萬族要哀哭即是說不是災難前七年，因為 Scofield 所說的災難前七年是隱形的消失的。大家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個上網看過這些書啊，或者看過這些影片啊，他就會說有些基督徒駕的車忽然間司機不見了，即是被提了十一聲沒了，或者基督徒駕的飛機呢，飛機會忽然間 撞山，因為那個基督徒已經 被提了。那你家有哪個人是基督徒，十一聲的教堂 他也有一套這樣的影片的，教堂很多人坐在那裡，接著十一聲就沒了，剩剩下幾個在那裡，那幾個哎呀死了死了，原來我是留下那幾個，即是他就會那個意思就是說，即是那些人是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的呢，他們就去找原因，他們就說他們我們看回聖經、原來聖經說了被提、他們被提了，即是他們就這樣解釋。但其實呢，聖經說這一陣發生什麼事，一陣間會說到被提的，那這一陣說法什麼呢？萬族都要哀哭，什麼意思呢？就是那些不信他要哀哭，信耶穌不會哀哭嘛，是不是？即是全世界的人都要看到耶穌回來，
全部都在喊，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在哀哭，看到人子耶稣呢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然后他就差遣使者用号筒和大声将那些选民周围招聚了来，即是后面就讲到被提了。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即是说是全世界一起面对的，不是，即他们的意思是被提就是说，首先耶稣来灾难前七年或者三年半，那些基督徒十一声没晒，咁地上忽然间少一班人，地上再没真基督徒了。不过那些人呢，就有些人就去找圣经，看完圣经之后呢说，哇，原来他们被提，我们不如信耶稣了，即是他们这样的观念。但是呢，因为这个经文我们看到是那些不信的，其实已经看到的，已经很害怕的。这个是一个图给大家再看一看。好了，然后呢耶稣就用洪水，狼啊洪水来到比喻。这个同样24章，我一路看下去都是24章的，就是37节一起读一下。狼啊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狼啊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因为耶稣形容他回来好似狼啊日子，那好似什么呢？上面解释了，狼啊日子怎样，人子降临都是这样，即是形容比较了。咁洪水之前啲人點咧？吃喝嫁娶照樣生活咯。然後洪水忽然間嚟到，不知不覺洪水嚟就將佢沖曬去。咁耶穌就用呢個比喻嚟到形容耶穌翻嚟嗰陣，嗰啲人就個個吃喝嫁娶咯，唔知道忽然間就嚟到。咁所以呢度係講到係審判咯，即係佢哋被沖去咯，即係話佢哋唔係好似隱形唔知道忽然間失咗基督徒，而係佢會親眼睇見耶穌翻嚟，佢哋就會被審判啦。咁然後呢個時候咧，嗱呢度上面嗰度37、39，又跟住咧40節就講呢樣嘢，一齊讀下。那時兩個人在田裏娶了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推磨娶了一個，撇下一個。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哪一天來到。咁呢度講到咧就係話兩個人田就攞咗一個，剩翻一個喺屋裏面推磨，兩個女人娶攞一個，撇下一個，即係話一個被提，一個留翻喺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被提嘅經文，即係嗰啲支持被提都係講嘅經文。不過佢唔睇上下文喎，上文已經講到萬族要哀哭，同埋好似狼嘅日子要點樣審判。所以呢個日子就係耶穌翻嚟嘅日子，萬族都睇住耶穌翻嚟，又喺呢個時候攞走一個，剩翻一個。又跟住下面攞咧，亦都係講到一樣嘅，就話惡人冇跟從神嘅，同埋跟從神嘅分別出嚟。跟住嘅經文嚟嘅45節，一齊讀下。誰是忠心有見識的仆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48節。倘若那惡仆心裏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重重地處置他，定他和假冒為善的人同罪，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好啦，嗱呢度講到咧就係有兩種仆人啦，即係馬太福音24章講完。講到呢啲事情發生啦，兩個人攞一個，剩翻一個，跟住耶穌就話啦：邊個係有忠心有見識嘅仆人呢？就係咧，佢會按時分糧照顧佢，即係佢要照顧嘅人。咁如果惡仆係點咧？佢話我主人必來得遲。嗱，有而家好多基督徒都係咁嘅。其實呢個仆人係指咩人呢？係指信耶穌嘅，抑或教堂以外嘅人呢？嗱，如果教堂以外，根本佢就冇諗到耶穌翻嚟，呢個講到認識耶穌翻嚟，知道耶穌要翻嚟嘅。不過佢唔肯聽話，佢咧就話主人來得遲，所以咧佢咧就好隨意生活啦。咁又當主人翻嚟有咩做咧？就係將重重處置佢，定佢同嗰啲假冒為善嘅人同罪，就喺度哀哭切齒。哀哭切齒係咪天堂咧？一定唔係喎，同罪喎，同嗰啲假冒為善，即係話佢哋係唔信耶穌、唔得到永生嘅人同罪。就哀哭切齒呢個仆人嘅相啦，就係呢個仆人，呢個惡仆人。所以呢個經文上下文咧，即使我哋第一開始講到萬族要哀哭啦，然後咧又講到狼啊日子點樣樣啦，洪水沖去沖去啦。咁由呢個後面咧又講到惡仆善仆，所以上下文全部都係講到信耶穌同埋唔信耶穌一齊面對耶穌，並唔係早基督徒唔係早啲嘅。咁可能有啲人你冇聽過呢個災難前被提，咁你聽我講咁多咧，你就話都同我冇關。但因為好多人喺網上睇末日，同埋好多人講末日都係咁講法。但其實
我以前我初信都是这样相信的，但是我去到圣经学院的时候，圣经大学的时候，那个老师，有个希利文的老师，有一次我们有一组讲座，就讲到即是一个谈论讨论的周会，就讲到末日的。那有一个希利文的老师，他就起身讲一句说话，这句说话影响我很大。他说我看完圣经，我看不到经文支持灾难前命题。那时我很惊讶，因为我一向都这么信，而我信的时候呢，他讲一些经文支持全部都不是直接的，全部都是间接。他说因为启示录那么多那些灾难那么重的惩罚，那些是咒诅，没理由基督徒要经历这些咒诅的。那他用这个原因而不是用经文，用直接的经文。那我当时我听到很惊讶，我就全本圣经去抄。其实我很多教导我都是全本圣经去抄，一路抄。那时还没有电脑，手写的，用手写。那时候呢慢慢去分析，那时候呢我发觉原来圣经讲的是真的话是耶稣回来的时候才是被提的。之后耶稣回来的时候基督徒就被提了，用浩同的声音天使将他招上去，然后不信的就在地上就分开两群人。好了，这个贴上来，现在前书第四章就讲到耶稣回来和基督徒被提的，一起读下第四章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个经文是另一个经文讲到被提的。今天就讲到主必亲自从天降临，这个字在原文就 parousia， 这个字是解同在或者是耶稣回来，其他经文讲耶稣回来都是用那个 parousia 那个希腊文字的。然后呢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和神的号吹响，在启示录有讲到七号，而讲到七号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众仆人得赏赐和万民得惩罚的时候的，就是这个号和第七次吹响的时候，这个就是和第七号是相配合的。然后呢那些基督徒信主呢就复活了，死了那些复活，然后呢那些活着还存就和他一起被提到云里与主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个讲到被提。也都因为这个经文呢，所以在耶路撒冷呢，在这个橄榄山呢外面那里呢对着就是金门，或者是东门，或者是金门，两个名字英文多数都是用 Golden Gate， 因为它向着东面的。那圣经就在撒加利亚书就讲到呢，主的脚会踏在这个橄榄山，这个橄榄山分裂为两半。那所以呢即是基督徒都相信耶稣回来就在橄榄山那里降下来的。那这个也是旧约的，那所以犹太人都这么相信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就很多天主教的坟墓，可能有些少基督教的坟墓，也都有很多犹太教的坟墓摆在那里的。那那些人呢就希望呢耶稣回来呢神回来，因为在旧约来讲就是神回来，新约信徒就信耶稣回来，他们就希望呢就是他们就第一批在那里就复活，在那里就在坟墓那里出来。那如果这些是重新得救基督徒的，而且确是这样的，但如果他是仪式化的基督徒和神没有关系的话，可能到时复活他没有份 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的。其实所有人都会复活，不过是不是被提，那这个讲到呢就是被提。而这个经文呢就讲到呢就是耶稣回来，并不是耶稣回来之前的，那个感觉并不是耶稣回来之前那些基督徒走了先的，而是说真的全世界都看到，被坟墓都开了，坟墓都开了，那些人都走出来了，全世界应该都见得到的。所以看得到耶稣就是这个基督就是回来的救主了。这次我用了三处的经文为主，一处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那里敌基督，第二处就是马太二十四章，第三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我希望大家回去都看这三处经文，记不记得一起讲一次，帖撒罗尼迦后书第几章，第二章，马太第几章，二十四章，跟着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三个经文都是讲到耶稣回来和被提，那给我们一个提醒，和敌基督和很多的基督徒软弱来到反教，和很多人爱心软弱。好了，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怎样呢？跟从主呢最要两样，大诫命大使命。我们一定呢同神的关系从神得力，首先从神得力，从神得力，亲近神得力，这个呢就是所有基督徒呢
即係我哋得力嘅原因嚟嘅，得力嘅來源就係有神嘅愛同埋活在神嘅喺神嘅愛中同埋親近神得力。咁咧大戒命就咩咧？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嘅神。其次就係愛人如己啦。咁咧當我哋咁樣親近神，亦都係會得力嘅。當我哋愛神嘅時候，亦都會得力嘅。呢、这個就係大戒命。咁咧大戒命咧，我哋跟住就係遵從大使命咯。大使命咧，耶穌講到大使命係咩咧？使萬民做我門徒，奉父子聖靈嘅名給他們施洗，同埋咧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啊，教訓佢遵守，即係話唔係就係聽喎，即係行出嚟。咁包括乜嘢咧？即係傳福音啦，遵守即係建立靈命啦。咁誒，聖經亦都講到基督徒嘅責任係侍奉神喎。如果冇侍奉神嘅，馬太25章。嗱，呢個係末日嘅經文，24節先話讀喺24、25章，我哋冇睇到嚇。不過我好多時都有提及啦，講到三個比喻，十童女，5個預備好，5個冇預備好，冇預備好嘅佢哋被趕喺門外，然後跟住咧，即係話呢個油咧應該代表救恩或者係聖靈嘅同在，有聖靈或者係救恩。跟住咧就係、是、5000、2000、1000、2銀子按財幹受審判。5000、2000有用到的他得賞賜，1000那個呢埋藏在地裏，他們是被趕在外面黑暗裏面的，所以這個是不得救的，即是沒有侍奉神，他的生命沒有用到呢，他的恩賜沒有用到呢，他是不能夠得救的。跟著第三個比喻就是綿羊山羊的比喻，綿羊就是做什麼呢？做在主一個小弟兄身上，無論是探訪啊、關心啊，所有的做在他身上的，耶穌就做在我身上。另外一批就沒有做在主的弟兄的身上，那么就在永刑，馬太25章最後講到永刑，即是說如果一個人信主而沒有侍奉神呢，我這麼說不是靠侍奉神得救，是信耶穌得救，記住一起跟我說，是信耶穌得救。信耶穌呢，你千萬不要以為頭腦信，是信靠耶穌做救主，信靠耶穌做救主同佢有關係的，呢一種信心先會得救嘅，即係有啲人話隻頭腦信，信耶穌救佢都唔得救啊！即係同耶穌冇關係，一定係同耶穌有關係。即係呢個信係代表信靠同埋同佢有關係嘅。咁嘅時候佢自然會侍奉啊，唔係靠侍奉得救，而係佢真得救，佢一定會侍奉神。如果佢冇侍奉神嘅話咧，佢嘅生命係有問題。咁有啲人話咁佢臨死啊，啊譬如嗰個同耶穌一齊被釘嘅強盜點咧？被釘的強盜其實他的見證是很好的，他會指責這個另一個強盜，並且他會公開求耶穌，當你國降臨的時候求你紀念我，所以很明顯這個人是很有生命的表現的，他都即時他口的說話是見證耶穌。那那些都沒有機會說，那在這樣的時候其實他的生命有任何的表現已經是果子來的。那你話咁咪容易咯，咁我咪淨係得嗰啲表現啦，咁我係有啊，我有啲喜樂啊、開心啊，咁咪夠咯咁。咁但係咧，呢、这個係當啲人臨死嗰陣啊，淨係得呢個表現啊。咁你一生人冇理由，因為耶穌有講句説話，向多給誰就向誰多要。你一生嘅時間，你淨係一樣笑下啊，我係基督徒好開心㗎咁。咁嘅時候，你嘅生命表現係唔係同你嘅信心相稱嘅？但係當然唔係話你要做到乜嘢你先得救，係只係信。但係你真信耶穌，你就會有嗰個表現啦。真信耶穌，跟我講一次，信耶穌是得永生，跟耶穌有關係就得永生的，真信耶穌的人必有跟耶穌有關係。如果一個人跟耶穌沒有關係，他就生命有問題。如果一個人跟耶穌沒有關係，他生命就有問題。你一起說，一個人沒有關係，他生命一定有問題。當他跟耶穌的關係，他都會很自然侍奉神。一起說，當他跟耶穌的關係，他都很自然會侍奉神，他很自然會告訴人耶穌多好，去祝福人的。那有些人說，哇，那個人真的他是只信，不過什麼都沒有做，那他上不天堂呢？我不會去判斷，他真的有生命，他總會做一些的。不過有些人他做到最少最少，他做到最少什麼呢？他就跟人招呼一下，關心你，祝福你，少少的那麼多，咁嗰啲係僅僅得救，聖經有講到僅僅得救嘅。咁我希望我哋唔係嗰種啊，即係話耶穌話睇上嚟，咦，啲咁多，啲咁多，啲咁多。咁咧就，咁我希望唔係嗰種。但係有啲人就想做嗰種喎，佢話咁嗰種係最好啦，有世界又有神，咁啊最好啦。即係你要神要做嗰啲，我做到最少最少，世界嗰啲啊，享受多啲噶嘛。
但其實呢個錯覺啊，其實越跟神咧係越祝福嘅。咁所以跟從大使命亦都係建立人侍奉神啊，同埋訓練人侍奉神啦。咁你話我唔係牧師，我點訓練咧？其實有時好簡單嘅喎，嗱點祈禱啊？嗱一齊祈禱啦，好嘛？嗱點樣為人祈禱啊？嗱我哋點樣為人祈禱？點樣幫人信耶穌啊？點樣幫人跟耶穌？嗱呢個都係訓練嚟嘅喎。其實我哋個個都會做嘅，係咪啊？即係你好簡單，你幫個人你就自然會少，即係你總會去訓練佢噶嘛。咁所以話大使命原來可以拆開呢幾樣，一齊讀一讀嚇。傳福音、建立靈命、侍奉神、訓練人侍奉神。咁嘅時候，我哋就成為末後嘅基督精兵啦。即係點樣成為基督精兵？唔係好難啫，就係咁嘅。咁就係末後基督精兵。好啦，咁我又俾大家心理準備，嚟到反教點樣樣嘅咧？人會講啲咩咧？嗱，呢啲特登打卡曬，呢啲你唔好講嚇。佢哋會講啲咩啊？神唔係真嘅，啊人人都離開啦，我都離開埋啦，係牧師都唔信啦。你餓得幾耐啊？你冇得食，你餓得幾耐？但我話。其實餓死是 最好的，因為餓死很簡單，禁食祈禱餓到軟下軟下，跟住去了天堂都挺好的。還有一樣嘢，仲有一樣嘢，就是如果真的受逼迫的時候，你可以求神接你的靈魂。其實耶穌不是在十字架上流血死的，因為耶穌他有這個能力，他絕對可以不死的。但是他說，父啊，我將我靈魂交給你了，我交給你了，他交給神了，你說神啊，我已經做好見證了，我將我靈魂交給你，求你接我靈魂啦。我哋都可以嘅喎，可以減少呢、這個到逼迫嘅時候減少呢個痛苦。有啲人你真係蠢啊，哈哈，真係咧咁傻啊，咁樣仲喺度作見證，神都唔幫你啦。你睇你俾人打啦，神都唔幫你啦。信主係犯法嘅，第時會係嘅喎。信耶穌係犯法嘅喎，佢哋會折磨你㗎。你頂得信咩咁？嗱，即係佢哋會講啲説話。咁希望大家有心理準備，當人同你講啲説話嘅時候，你唔好跟咗佢，因為點解咧？你一時的怕死，以後喺到地獄是慘過苦過乜嘢？真係咧，苦過最苦的苦茶噶，苦好多好多倍啊！唔止是苦茶。但愛心冷淡的人會講啲咩嘢咧？哎呀，我又冇力啦！我而家都成日見到就，哎呀，我又冇力啦！你將來都會見到更多。哎呀，你都唔關心我嘅，成日都要求人關心佢喎，神都唔幫唔到我噶啦，信咗咩用啊？嗱，佢講啲説話有時。其他人俾佢搖動喎，信咗咩用啊？你睇我，哇！一信來信去都係咁樣嘅。但係咧，我哋睇到，如果真係有神嘅力量，唔係咁樣嘅喎。啊，愛主就損失啊！哎呀，又失又俾人迫害，又冇咗錢啦。祈禱都冇用嘅，因為佢唔識用個靈去禱告啊。咁但係咧，如果你睇個困難走咧，有時未必走嘅嗱。譬如我哋受逼迫嘅時候，有時你祈禱真係神會開咗鎖鏈，你走去都得嘅。不過有時你依然俾人捉咗。但是祈禱冇力冇用，不是咁解啊，而係話祈禱會喺嗰個時候受逼迫嘅時候，俾我有力量同埋喜樂，有力量減少痛苦呢個係個力量。有時神會釋放你，但有時神係讓我哋受逼迫致死嘅。初期教會都係咁嘅，都有好多基督徒致死，但係咧佢有好有嘅力量，好有勇猛嘅。同埋咧有啲人，哎呀我懶啊，侍奉好懶侍奉神。其實呢啲説話係咪今日都有啊？好多人都有，所以我哋知道呢啲説話咧，我哋就唔好俾啲説話影響啦。嗱，常見嚟到反教嘅啊，即係時常當見到嚟到反教嘅時候，我哋需要做乜嘢咧？咁幾樣嘢咯喎，嗱，一齊讀一讀，不搖動，接受狀況，憐憫防備。咁咩意思咧？不搖動，一齊讀嚇。堅定信靠，親近遵從和侍奉神，就係堅定信靠。無論點逼迫冇工做，因為咧喺聖經有講到喎，敵基督嚟到其中嘢就係要人喺額上同埋手上受印記，就係如果冇受呢個印記唔拜敵基督，冇唔能夠做買賣，即係話唔能夠買餸，唔能夠買水，乜嘢都唔買得，用錢都買唔到，咁咧就唔能夠賣，即係話唔仲有做生意，你唔能夠用你啲有嘅嘢去換人嘅嘢，咁嘅時候咧。是的而且確很困難，不過神有他的方法，怎樣我們不知道，不過我們就信靠耶穌，這個是最重要的，就是堅定。我發覺很少人講這個信息的，多數講到災困難災難都是說你快點現在做好侍奉，將來你就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其實他說的現在做好侍奉都是好的，不過很重要都是我們知道我們要預備在災難的時候我們站穩堅定信靠啦！我哋同神關係就係信靠佢，信靠佢一定幫我祝福我，
親近佢，睇聖經祈禱。嗱，到嗰陣時候可能你本聖經都冇噶咯，你要靠記憶噶咯。你記住啲聖經喎，你而家快啲記喎，記得啲聖經，然後咧遵從神同埋侍奉神，呢、这個就係不搖動啦。跟住咧接受狀況，接受咩咧？一齊讀，接受很多人跌倒啊！當你見到好多人跌倒。嗱，我希望我哋嘅教會咧係冇人跌倒，即係個個都企穩，因為個個都侍奉咧企穩。我希望大家都話跟耶穌最緊要，唔係計享受，唔係計舒服嘅，接受當時真係好多人跌倒，同埋咧憐憫啦，憐憫幫助跌倒嘅人，佢真係跌倒，我哋都憐憫佢。但係你小心喎，防備，防備有人被敵基督利用來傷害。喺末後嘅日子，我哋要防備。當敵基督出現嘅時候，我哋要防備，但係。防備不代表我們不可以作見證，我們就求主給我們智慧，是不是應該何時做。我們一起讀下面，知道快有大災難，放棄對世界的期望。當你一聽到敵基督出現，你就想著你份工、你銀行的錢、你間屋、你的車、你的衣服，你都想著全部都即有和沒有都差不多了。這樣的時候你就已經做好準備，即是這個世界上一切一切，甚至有一樣很難，很多人很難，就是家人。當你的家人不信耶穌的時候，他不會跟你一樣看法的時候，即是你是要靠主企穩，還有呢、不要因為他的緣故而否認耶穌，亦都知道他們可以被敵基督出使用的。好了，那預備面對患難的時候，我們需要做什麼呢？一起讀上面，信心經歷神，忍耐侍奉神。一起讀下面，信心怎樣？相信神的保護和計劃。神有計劃的，我幾困難都神有計劃，神有安排，神有預備。經歷神怎樣？隨時親近神得力。這個其實很大禮物的，因為無論我病或者我累或者我有什麼情況，我發覺一想耶穌立刻可以經歷神的同在，這個是很大幫助。將來被人打的時候，一路打一路打，一路依靠耶穌，哈利路亞，感謝耶穌，感謝耶穌，一路打咧，但係你裏面咧可以一路舒服嘅。咁咧呢個咧就係經歷聖靈嘅一個好特別嘅強項啊！聖經都講過，聖靈將神嘅愛澆灌，所以我哋可以經歷到神嘅，神嘅同在可以將重擔攞走嘅，神可以叫我肉身安然居住嘅，神嘅嚟到可以叫我哋咧醫好傷心嘅，所以佢即時可以經歷，呢個係好大幫助。同埋忍耐啦，一齊讀啊！堅持信靠神，忍受痛苦，就係我堅持信靠神，忍耐到底，同埋忍受痛苦，就算痛苦都忍受。嗱，我每一次咧有親揾牙醫啦，我都喺度預備自己將來受逼迫過。受牙醫嗰陣時咧，大家係咪好敏感啊？發覺好敏感啊！哇，佢稍微撩一撩，已經好痛噶喎。咁你又話咁點頂得順？我就咁樣諗咯。因為我哋而家呢個時候，我哋要保管身體噶嘛，咁佢撩嘅時候撩得好痛，咁我哋話哇好痛啊，我哋會話俾佢聽，唔好咁大力啦咁。好啦，但係到逼關嗰時，我哋已經話呢個身體我要放手噶啦，我身體可以冇咗噶啦。嗱呢樣嘢係需要時間嘅，所以我話定俾你聽，等你放定手啊。下一次你去親做咩手術啊？牙醫啊，我而家預備將來，唔緊要痛些少我都。忍受一下都不要緊的，同埋當一個人放了手咧，佢係可以，雖然很痛苦，佢都可以不計較。耶穌的而且佢有話噶，佢話呢個災難係以前冇，以後都冇嘅。耶穌係話咗嘅，而初期教會的而且確受咗很多嘅逼迫嘅，所以呢個忍受痛苦都係好緊要嘅，同埋侍奉神啦，爭取機會一齊讀下，建立更多人愛主和侍奉神嘅人，係咪好需要啊？這個世代愛主的人多不多啊？侍奉神的人多不多啊？是不多，所以我們更加需要更多建立更多愛主和侍奉神的人。這個真是神給我的呼召，為什麼呢？因為我見到太多基督徒只是喜歡享受，喜歡經歷，追求某些東西，而不是追求實質的行神的路，建立人的靈命。這個是聖經教了，是都預備我們自己的，是即是預備在個世代，而且不是我們搞定，我們是幫別人的。我們一起讀下面應該怎麼做啊？從主得力，永不疏遠主，接受痛苦，寧死不屈，就是從主耶穌有力，永遠都不要疏遠主。多困難，有些人是這樣的，一有困難就不祈禱，不回聚會了，但我有困難更加要拔住耶穌，還有接受我有痛苦的，還有寧死不屈。
同埋咧，即使有一日嗱，我講定啦，如果佢捉咗我喺你面前，我捉咗我喎，嗱呢個你牧師嘛，係咪？嗱我而家折磨佢啦，嗱如果你否認耶穌，我即刻放咗佢。咁有啲人話：哇，放牧師好啲啦。好啦好啦，啊我否認耶穌啦。我話俾你聽，你否認完佢未必放我嘅，佢得個講字嘅咋。而家嗰啲都係啊，嗰啲咩 wanna cry 啦。啊！同你要挟你個手機啦，啊個電腦啦，佢話你俾錢我就釋放翻你，其實未必㗎，佢未必會咁做㗎。所以你唔好，無論邊一個人，你最親嗰個俾佢捉咗，你都唔好因為佢而否認耶穌。我希望我哋個個都靠主企得穩，寧死不屈。嗱而同時咧，活在神嘅愛中唔緊要嘅。耶穌話咩啊？挺身昂首啊！即係預備咧，只係開心嘅。神快接我啦，我快去天堂㗎啦。好啦，嗱呢一段嘅説話，我想大家聽嘅時候，用正面聽，唔好用負面聽，因為我會講出呢個世代一啲嘅問題，希望大家咧聽嘅時候用個正面嘅心態，明白呢個世代基督徒揾方法幫佢哋。有啲基督徒一齊讀下，有啲係沉睡嘅，有啲只尋求經歷，有啲做主冇吩咐嘅，有啲唔跟從大使命嘅。嗱，沉睡嘅係乜嘢呢？沉睡冇力，與主疏遠，不預備自己。這個世界有很多基督徒是這樣的，沉睡沒力量的，只尋求經歷。他只尋求經歷，有些經歷聖靈，先知的預言和避災難，有很多聚會都是這樣的。經歷經歷是好的，我自己都在經歷聖靈，不過經歷之後是怎樣，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當人帶領聚會，他應該幫人經歷聖靈之後都告訴他，聖靈降臨在你身上，你就必得著能力，在耶路撒冷直到地極作你的見作主的見證。經歷是為了什麼呢？作見證，不是只是為了享受，不是只是為了醫治。有些人永遠都是醫治的，為什麼呢？因為他不想處理生命，他不想饒恕他的家人。但我們真的想真的整個生命提升，我們需要處理生命，放下這些一切的問題。那這個是比較少人講這方面的，那我希望大家不是只是追求經歷，有經歷就幫我們去侍奉的。還有很多人喜歡先知的語言，其實很多先知語言神已經跟你說了，神愛你，神體用你，神在你生命有奇妙計劃，神要大大祝福你，這些全部都有說。但先知有什麼用呢？是有用的，他會帶領你侍奉的路，帶領你提升的路，這個是很重要的。先知是有用的，不過現在這個時代很多先知是做什麼呢？很多聚會他就個個出來聽，但那些人其實生命沒有準備好的。那很多時先知只是講一些很基本的信息，其實那些信息牧師都可以跟你講的。但是很多人就很喜歡找一個，找第二個，他希望有一個會告訴他，今年我會發達了，今年你又會結婚了，今年你會有工作了，總是想找這些，或者神很喜歡你的。其實你先求神的國，神一定喜歡你的。所以到底我們追求是什麼呢？是舒服啊，還是神的心意？這個很重要。其實分別就是這樣，我自己舒服還是神的心意。另外一些就是做主沒有吩咐的，他意思是聖經沒有說，這些不是一定錯的，即是聖經沒有說不是一定錯的，有些聖經都沒有說，主學聖經都沒有說，不過觀念有說。那你做主學聖經沒有說到，不過我們要分辨了。有些人很懼怕邪靈，想得順靈真戰，順靈真戰是我們要知道的，聖經有說的，以弗所書第六章講到順靈真戰。不過順靈真戰怎麼打呢？真理、公義、信心、救恩的頭盔、福音的鞋、聖靈的寶劍，以及隨時靠聖靈多方禱告，全部都是跟從神的。但有很多人呢，他們做的很多呢，就是會這個做法有沒有，即是他有多錯多對呢，我不去判斷。他們做呢其實都是出於好意的，他們會打這個地區的邪靈，不過聖經是沒有說這件事的。我只是說聖經沒有說這件事，我不是說他一定錯，他可能從神領受，但聖經是沒有一句說話。在大以書第十章有講到希臘的魔君、波斯的魔君、地區的邪靈，不過但以你並沒有跟這兩個邪靈打仗，只是這個在從神那裡來的位置 穿白衣的人呢，就說他和米迦勒去打，他沒有說到我們去打。那這些人去打有沒有錯呢？未必錯的，不過我只是說聖經沒有說。咁我自己有冇咁樣祈禱咧？奉耶穌名，呢啲觀音嘅邪靈啊、天啊、呢、這個啊嗰啲啊咩啊嗰啲黃大仙啊、呢啲邪靈啊，離開呢個區域。咁我問，到底係成日做呢樣嘢啊，
定係我哋更多係跟從聖經吩咐咗嘅大使命同埋訓練人？呢個係聖經吩咐咗嘅。咁我又唔反對人咁做。你行個黃大仙嘅廟奉耶穌名嗰啲蛇靈走，不過走幾耐咧，我又唔知道。不過只係話聖經有冇叫我哋做？聖經清楚講嘅大使命，我哋就跟嗰樣嘢。咁同埋呢一樣嘢咧，我都講講咧，就係喺近年咧，有好多人咧去翻舊約嘅，跟舊約嘅節期啦，舊約神嘅名啦，嗰啲神嘅名又冇乜錯嘅。不過好多人又唔明嘅，即係嗰啲好多個又話乜乜乜，又話乜乜，嗰啲人聽完唔知佢講乜嘢。咁不如好簡單，耶穌就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係我哋嘅救主，係我哋拯救主。呢啲大家都明白啦。即係點解要用呢啲字眼咧？嗰啲唔係好問題。咁亦都有啲咧會跟從舊約嘅節期啦，有不同嘅節期啦。呢啲樣嘢咧，我都話有益處嘅喎，有益處嘅。咁因為講係紀念神做嘅嘢，不過係唔係我哋嘅主力？即係個主力應該喺大使命。即係我就覺得，無論我哋做乜嘢，譬如敬拜，有些人咧佢就時時都係敬拜，咁係好嘅喎。不過敬拜親近神，有神嘅同在，我哋嘅目的係咩咧？就有能力去傳福音同埋建立靈命，亦都帶領人去敬拜嘅時候就話神嘅同在，我哋就可以進入神嘅同在，俾神去使用。即係我就覺得個目標要校正，唔係個個都係報道家，不過個個都係見證人，唔係耶和華見證人喎，個個都係見證者，見證福音嘅，即係個個都係。每一個都是，同埋每一個都是訓練者喎。你幫人的信仰就是訓練噶咯。咁所以我鼓勵大家就係話，嗱呢啲做法咧，我又唔會反對，我唔會反對嘅。咁有啲人佢咁做唔反對，其實我都好關心以色列，我都會重複去。咁但係咧，問題有啲做法到底係咪聖經有講咧？聖經冇講嘅，我哋做嘅時候會唔會用咗啲時間咧？即係呢個係我嘅觀點啊。咁佢做我唔會反對，不過我自己就話我用多啲就喺大使命嗰度。好啦，同埋有啲人咧唔跟從大使命啦，一齊讀下，不傳福音，不建立靈命，不侍奉神，就佢只係經歷，或者佢只係參加聚會。咁所以我哋追求乜嘢咧？一齊讀下，自己有好見證，尋求機會去建立人，就係話我哋有好見證，又點有機會建立呢啲人？因為事實上有好多人佢只係追求佢嘅經歷，佢覺得舒服，佢就去參加聚會。咁求主幫助我哋為主打呢個美好嘅仗，因為真係好需要。是不是很需要啊？你所認識的基督徒軟弱的多，因為剛強的多啊？軟弱的多很多倍添喎，係咪啊？喺呢個時候，我哋一起起身，我哋禱告求主俾我一個火熱的心。神俾我呢個火熱的心，神啊！我呢個世代實在太多人注重咗一啲唔係最重要的嘢。有些人可能用很多時間。咁我又唔反對嘅，佢練詩班我唔反對，不過佢嘅侍奉就係唱詩班。咁嘅時候佢用咗好多好多時間，我覺得我哋最緊要就係話，我哋做咩嘢，我哋都係諗住我哋點樣建立人嘅靈命，提升人嘅靈命，幫助佢更加行神嘅路。每一個人呼召不同，不過始終有個心，嗰、那個係招呼嘅話，都係諗住建立嗰啲嚟嘅人。耶穌愛你，耶穌關心你嘅。喺呢時候，我哋一齊禱告，求主打發工人出去，求莊稼嘅主打發工人出去，或者最好嘅差派我哋自己。耶穌講到呢個世界嘅情況，佢就話：求呢個莊稼嘅主打發工人出去。求主幫助我哋反省我哋嘅生命，到底我哋嘅方向係乜嘢？我哋嘅路向係乜嘢咧？喺哥羅西書有講到，佢話唔好讓人因為安息日、月朔、節期、飲食嚟到論斷我哋，因為呢啲係後世嘅影兒，啊形體卻是基督，呢一切係一個影嚟嘅，係預表基督嘅。對於猶太人嚟講，可能係好有重要性，因為猶太人佢哋慣咗守呢啲節期，呢啲節期有幫助嘅。但係對於外邦嘅信徒嚟講，呢啲都係即係有人可以有感動去做，但係咧，我哋最主要就係話神啊，幫助我哋睇重人嘅靈命。多謝天父，感謝天父。所以我哋需要興起末後嘅戰士，我哋需要興起末後嘅精兵。神啊，求你幫我哋，唔好話我太軟弱啦，我冇知識啊，
我唔夠條件啊！求主幫助我哋唔係咁諗，因為神能夠使用任何一個軟弱嘅，神可以揀選軟弱嘅叫剛強嘅羞愧，神可以揀選愚拙嘅叫智慧嘅羞愧，神可以揀選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大大俾你使用，變咗神會好喜悅，神好歡喜人真係行耶穌所吩咐嘅大使命。耶穌臨升天就叫我哋行大使命，我哋每一個都係見證人。求主施恩祝福憐憫我哋，讓我們專注在神的同在，專注在神的愛，也都專注在遵從大使命，建立人的靈命，侍奉神給主使用。求主感動我們的心，也都求主興起在末後的日子侍奉的人，求主差派工人出去收你的莊稼。Amen。 在這個時候我想問一問，有哪個人你說真的我有感動，我願意成為神的使者，成為一個傳道人，我願意被神去使用，成為一個傳道人去建立人的生命，傳揚福音，建立人的靈命。如果你願意的，我鼓勵你，你向神去講，並且你舉隻手，向神舉隻手，神啊，我願意，神啊，你是願意的，你將手舉高過頭，神啊，我願意被你使用，我願意被你使用，成為基督的精兵，成為傳道人。因為傳道人的影響是很大的，一個傳道人是委身的，可以很大的影響。你願意將你的手舉高個頭，然後向神講，神啊，我需要你加力量給我，我需要你加力量給我，我願意。你開聲講，神啊，我願意你使用我，神啊，你願我願意你使用我，我願意將生命獻上給你使用，求主使用我，加我力量，賜給我信心膽量，又知道我所做是很寶貴很重要的。好了，跟住就是其他所有你願意更多受接受訓練，更多進入侍奉的，請你舉手。所有你願意更多接受訓練，更多呢被神使用的，你開聲向神講，神啊，我願意被你使用，求你興起我，祝福我，使用我，建立我。主耶穌，我願意，多謝耶穌，神啊，行你的路是最蒙福的。求主激勵這一班的弟兄姊妹，求你激勵他們真的行你的路，他會大大被神使用，神所喜悅的。我們多謝天父，感謝天父，神啊，願你保守這個感動，知道真的需要。這個時代末日很快來，我們不知道何時，但我們看到教會實在很多軟弱的人，主啊，求你賜給我們一個迫切的心。我們看到教會有這麼多軟弱的人，求主賜給我們一個迫切的心，很願意去站立，很願意剛強壯膽，不怕人的反應，被神的使用。多謝主，感謝主，多謝天父，求主憐憫，求主施恩憐憫，多謝耶穌。在當中我們有人，你真的有感動做一些不是你平時做開的事的，突破的，或者怎樣成為傳道的人的，你如果願意的，你大聲講出來，神啊，我願意怎樣，我願意怎樣，你可以大聲講出來，有誰願意可以大聲講出來。多謝天父，感謝天父，求主感動我們，求主激勵我們的心，日日感動我們，日日激勵我們，日日興起我們。多謝主，感謝主，求你預備這個世代，憐憫這個世代，因為太多軟弱的基督徒，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就冷淡了。這個世代有很多冷淡基督徒，求主憐憫。多謝天父，你聽我們禱告，求主首先更新我們，提升我們的生命，祈禱奉主耶穌聖名，阿門。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人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請接受主的祝福，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我們每一個同在，讓我們真的呢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真的行在神完美的計劃，去遵從大使命，建立靈命，建立人去服侍主，我們自己也都進入侍奉裡面去傳揚福音。多謝天父，主保守我們，加我們力量，從今直到永遠。阿門。哈利路亞。